这大老虎，这玩意儿咋下山来的哈？你看大老虎，它爬上来了，这大老虎。 下午，一个农户他弟弟翻地，看那个老虎，那个老虎往他那个车灯一晃呢，他就下从道上下来了，下来之后就趴在那个一个草堆上，然后他就那个拿手机拍个视频，等我们来的时候，他已经那个老虎就上道对面来个车给他冲进林子里了，现在我们早没找着呢。这个虎大约多少重？有400多斤。这个虎属于什么类型的虎呢？就东北虎的。